每年春天大量的纸板蝶为高雄往北来迁徙，其中南来达口是纸板蝶迁徙的重要的地点，一般在三月底到四月中旬来出现，但是现在已经五月底了，在南来二股的桥卡竟然还有大量的纸板蝶出现。通常跟像现在呢没今年到这样没没最近渐渐好天，对着气温的牵挂，拿来向达口附近的农田出现大量纸板蝶在乱乱飞，然后一直加在飞过二股的高架桥，大量的纸板蝶的迁徙非常的壮观。啊，今仔日的野够多，你要看遐多了看。纸板蝶因为往北来迁徙，照你五月到七月这个时阵，应该在苗栗附近出现的数量会比较较多。不过当地居民表示，可能因为落雨的关系，和迁徙生态有淡薄反常。往年這個時候有无这个情形，无这个情形。哎，今年雨落较久啊，可能吼、较慢飞遐伊个固定个出出来了后，开始个飞的关系，可能是安尼啦。当地居民估计，这两天纸板蝶出现的时间，为上午八点左右开始，并且对着温度的牵挂，数量渐渐来增加。大约十点左右的数量上多，平均每分钟有超过一百只，然后一直到中昼数量渐渐来减少。今年比较特别，五月十五那一天就很多了。好、昨天五月二十四，今天二十五，量都很多。大部分这些昨天有抓起来看哈，都是小紫斑的。这个时阵真难得出现大量的紫斑蝶，今年看不到的民众。会当利用假日到拿来搭靠来拄看卖。记者黄龙宽采访报道。